难道你也想要在玉山盖那个捷运吗？在阿里山盖高铁？是有关于你们那个英文官网这样的争议的事啊，主席是怎么看这件事情？这个哦，就表示说，这里现在是缺少那个要找真正的外国人来写网页，来写英文网页，因为中文没有问题嘛。票投白色的力量，票投这个正确方向，哦，这没问题。换成英文的话，英文也没有问题啊，都是台湾人看的。可是说给外国人看就有问题，所以这个就是 culture gap 文化差异嘛。所以中文看没有问题啊，中文换成英文，也在台湾看也没有问题，拿到外国看有问题。我想想看，以我们那个网英文网站应该是找那个真正的，叫做那Mother Tongue是英国英文的人来注意，来最起码做到来审查。主席，因为之前您有批评过说轨道建设的这个执行率太低哦，那国发会说您提的是假数据，那今天民进党也会开记者会，那你怎么看呢？那就请他们提供真数据嘛，就是这个到底实际上完工几%的，讲清楚。轨道运输是这样，它有一定的标准嘛，单向每小时超过20000人哈，叫高运量，每小时5000到20000是重运量，5000以下就不一定要轨道运输嘛，可以用公路来解决，特别是很快的哦，那个无人电动车就会出现，所以整个轨道运输它有一定的标准嘛，所以一样。我难道你也想要在玉山盖那个捷运吗？在阿里山盖高铁？总是，所以我也知道他这上一次在电视上我就知道苗博雅问这一题，我知道他用这一招，他说：“那你认为哪一条不用盖？”我跟你讲哦，当政府这个不敢决定，这种政府是无能政府